哑铃手高一点，一太多了。千手观音，还有提供，那就喜欢挑战，挑战做没做过的事情。以前当做古典舞嘛，但是按十个两十年了，也去现代舞入来以后吼，人家都给古典啥示威，应该是可以讲嘿，在台湾人家就是较先做。前面是弄块落地啊，对对对，对对，比从街道入来。好，神龙起灯了，一开始要变按标准。当当地台灯认真彩排的是客家舞的骑头旗竹飞灯，今年古龄七十八岁的旗，舞蹈教学的资历已经超过46年了。虽然已经无再过上台表演，不过其创办的飞凤舞蹈工作室，当年都有优秀的新作品推出。台风吼一分钟，吼台下系十年，一整年遐呢，还是反正就是清醒清的。我讲爱吼，也无入过一年那个跳舞学校，还是完全靠自家努力，自家学习上完了呢。飞凤舞蹈工作室比赛苗丽斯，其个前身是竹飞灯舞蹈社，都一下已经有46年的历史，是彩铁最大的舞蹈班。从派人竹飞灯五师一直以来就东山忙的做舞蹈教育，还有艺术推广。我们这栋楼花了将近千万，一二三四三楼嘛，因为我到明年就有演出，有演出，为了感受去哈剧场排练的时间，所以我到去个做剧场式哈给重提，所以生意呢，我到演出之前全部来到是排练，排练完了以后哈，许多文化中一次就可以解决。行业飞凤接着会看到当地的学生的脱嘅脸谱，也是因为飞凤当年都有一两十场台式演出。学生的参演片不但将打好舞蹈的基本功，也培养了丰富的舞台经验。其实我差不多50岁以后吼，就开始有跳舞了，就说，但是虽然要排舞吧，我还能够过的。姿势唔对啊，动作唔对啊，就得老给他改正。中央安尼年龄呢，同阿中央差不多安尼年龄呢，太不满足退休，就爱张扬还低下到唔得努力啦，低努力太低下低病啊，我你咪讲我冇该后悔啦。朱飞丹1937年在台湾的山上苗栗出生，基隆是台湾还在日本的属位。朱飞丹的阿爸基隆是在日本政府的警察，阿妹则是有钱人的养母。以前，阿爸吼，喺啲福州都苗栗来吼，想托阿妈妈吼，阿妈妈18岁是结婚，19岁是嫁来，我都从小是喺度阿外婆屋企。因为俺外婆，迄都也没有的，迄
没有你这有钱人啊，所以阮阿爸同老阿外婆吼管你家财产，没错，所以阮就从小吼同一般的就穷阿来讲吼，阮就较无输到苦。虽然生活比其他人还较好，童年时代的祖辈们在几只通乱的太时代，也是经过丁仁强的战争。哎，幼稚园的小学一年级是在读个日本的小学，三年的时候，较有印象是这两首歌，特别是我走，哎呀，都走空心嘛。至于白记得，下出来班一班路人阿妈，我就多成双片说。哎，甚至喺我个路上等，忽然个瞬间就个飞扬起出来，我说哇，比较当代啊，跟那吓到先把那精准精叫子啊，跟阿妈滴个说夹夹叫过来，夹夹来得我就个各看到个梳头下呢，我说印象清楚的这个。1945年台湾光复过后，祖辈们从本地读的日本学校转到建功国小读，因为同校表演，其他学生的时代就直接代表学校演出，也打好了跳舞的基础。读书以后，这两时人就上了学习的吼，学校老师吼就注重个东西，所以学校有么个游艺会啊，么个同乐会噶，就先爱跳舞，跟住遐爱就爱开始的启蒙。就算学生的时代接接参加国父演出，毕业过后也是参加组舞团，甚至参加比赛得到奖。不过祖辈们一直无机会接受正式的舞蹈教育，因为经济的因素，他一直到做事两年过后，才有闲钱好跳舞。1953年，台湾舞蹈先锋蔡顺业。潘内蔡顺业舞蹈研究所开始催展台湾舞蹈运动，安样的机会也促成了蔡顺业还有祖辈们的师生缘。我听出了三条模仿民族的，也学芭蕾。我老师在日本学芭蕾做，其实吼学跳舞吼，一个当辛苦的事情，练各种基本动作。一次一次一次硬练练练了，其实我有动态耐心这样学会心，所以我以前当多向下学跳舞哦，有二十两下，但最后我给强住，学过一半就停，开始没办法学了。但是我正要对下跳舞动有心气了，我还一句话，我还给我命哦，我行这条路哦，可能是还安尼说，我还能坚持下来。一礼拜，哦，就是一拜，去到台北，去老师给他学表，要抽普通茶，这两种都普通茶，阿姆的鱼汤就是装到阿姆细腻一点嘛，这两是摩西茶，做三日，三日茶又讲独到怀念，就一路去个搬行搬走啊，转到乌卡了呵呵，非常辛苦。啊，老师，蔡老师一次对我讲，一个字同我讲，老师哈。会好好的哈培养你，老师讲的地方，所以我是开始我是真的很敢认真，很敢努力安尼去学跳，今日有安尼伊个，也可以讲我感谢我老师吼，对我也一句话帮我鼓励动态。先生的鼓励帮助非但很开心忙，也分时生情很开研修的班长司机。几下年过后，蔡顺业从欧洲转过，也对师生又在机场上见面。当时几下年了，虽然按旧，我听见时间没到，给按到好上来哦。他把我的名字列在他那个做书读哈，对伊的问是，其实老实讲，我听老师的时间并不长，表示讲就看中来。一个成功的新玩意，背后接接有一个伟大的男性。祖辈们的舞蹈事业，老公的支持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。这样是个佮情绪发跳，顺风又当道的追求者，不过佮他的同样当好文艺的外省军官。哎，我特别是从你个，你的命运呐哈，讲出来就是天的了，佮一三年就要停半年了哈。我同我先生认识
因为爱高中个吼，对好讲，伊要唱歌、要跳舞个都咪吼，所以高中毕业许九个团组，大把伊嘛个发通吼，就听爱去听书。啊，我是呐，当时迄滴啊，某滴个大平顶啊，叫做嘛政战官了，所以去大把把去救国团，啊，安尼人生啊欣赏。其实当时阿爸阿妈坚决反对，坚决没有爱加盟卫生，所以我妈妈是爸爸过生，我妈妈是严刑我爸爸也想法。意思是，所以我认识我先生六年以后，噶认识就其实已经算当老的了，都老处年嘞。所以有年我外婆就讲，就嗨安多些呐吼，你把那个些些来带来我看，带去见我外婆，我外婆就讲，这些来做的，可以了当老师。哎，我要同你妈妈讲，父亲同你妈讲好了。人家可以去准备结婚了，就匆匆忙忙，一两年以后就听闻，听闻谈的，像怕一礼拜我就结婚了，就结婚了。他就讲他以后变啊，喊他喜欢呀跳舞，说还迷失二百元噶，其实来同我听说，想从我做呀个跳舞啥。川阳祖飞丹虽然行业的家庭，但目标太不同。在老公的支持之下，两公婆扛下大拼。这个体验芋头糕食就在基隆市福卡的楼下。你阿东楼吼，系阿个铁东吼，结婚要铁东过一楼吼，诶，民国应该算系54年以后过的，但个好吉祥咯。一开始噶，迄个迄个，来跳舞的地方，跳舞就东西的地方，我爸爸噶，背下到就一高手。这两是没讲懂目前的，我们结婚噶就存到10000元，要存10000元去买一土地，其实没也无按便宜，也因为俺娘家妈妈跑个土地嘞，就便宜卖给那个。其实嫁个太娘来做了滴。当然，只是庙里并没有发达的地方，就一条长街，中正路啊，可以跟舞蹈社，全名叫做周慧丹舞蹈社。加上民国50几年的事情，我哋说，哎呦，庙里还有安阳的这个社团，可以教人跳舞，所以你都想讲周慧丹早期时间是样板辛苦，哦，学生的来源也唔会轻从就。很难用维持，不行一条路，加上没像金边的上个安容易。这两是没想没安多安尼问题存在，我只是想着好搞喜欢跳舞去搞生意嘞，搞生意当好跳没有，然后又可以输赢。我搞舞的输赢，用板杠也有限跳。第一本舞蹈班做在顺势运作，有一段时间，佮同事很快也有资源。像一个系以前个的幼稚园个用的，用一个哈吧，有寒假就走过来都游啊。对。有印象的时候，家的部分，前半节那一栋房子，下课以后呢，我都会自己在前面写功课，那妈妈他们、学生他们就在后面上课。专用祖飞丹从一间小小的舞蹈教室开始了自己的教舞人生。就在一时间，素颜先生还有祖飞丹三岁的侄女小祖陆续来到飞凤学跳舞。这样是家中无上多，一舞一跳就是一生人。现在就在教室的对面啦。啊，听我妈妈讲啊，是两三岁我行路以后就过来听看人上课，然后。可能有心气吧，就喊时就天天跳，一时就跳到一下嘞。59年吧，59年到现在，35年以上吧。周老师无意间又找出这一张，还拿给我看这样的，因为他学生的报名单他都会留着。一种黄黄的报名单，又很像的36年前的记忆。讲起跳舞的事情。本当读的学生的印象最深的，就是祖先生教学的认真很有严格。祖老师，妈讲
哦有哦，我孩子都拖牙狗屎哦。我有以前，你讲讲，以前卡恶啦，好，我要求很多啦，就推当讲，今妈照样就按样妈，妈他按就又唔对按样的，按样讲出来，阿平人他妈低讲按本人妈，就我下来就拖牙狗屎，阿全部人就他，当初他家就按样变妈狗了样的。对他很严，他很凶。学生都很怕，到他到现在，像我们班上的小朋友啊，然后如果说做得不好，我说等一下周老师进来责骂啊什么的，他们就很紧张，所以当我们要训学生的时候，就把他搬出来。爱之深，责之切。你问讲，就是唔有进步，阿学生就讲啊，呀周老师要看我阿文妈，伊阿讲呀哈，较温柔诶，我爱妈要传下来。伊也着从小了跳舞，嘛着魔术伊伊讲了嘛。我特别开玩开玩笑阵个讲，讲叫做当好。以前着好跳舞，无叫好飞，所有用个作个鞋、衫裤的，全部中意物件，无哪一毛。但是伊高中一毕业了，我搞跳舞，我做半薪水。我那我四个吼，那有安好跳舞哦。他无正事，伊都好教得过伊吼。啊，总爱无伊念舞蹈好教，就伊咪讲，妈妈拢爱讲伊吧。我目前好本读书，所以我高中间他就对伊打工，吼，啊我租车费，就但是是我姑姑人爱，讲爱一些钱啊，就去租车安样。他是老师啊，然后也像妈妈一样，因为在这里待很久了嘛，那其实跟家人是一样的。有寒假吼，细人来靠算下做个菜啊，算下买去种啊。因为啊吼，以前我都是农家人，各种开始吼煮饭。你像农忙时期个吼，而且我抢东坡伊就来天数种田啊，主要厨房就是那各种各种啊，可以煮两种做个菜饭。我特别同意了讲，我今呀一生人最骄傲嘛个事情，唔免讲安多好生，唔免嘛个。我骄傲嘛个，我虽然我按摩下，我跳舞搞到安多，但是我从来无放弃我屋卡家庭。我当到朋友几好，开舞蹈班吼，几乎卡无煮饭了是，三餐天都不食，但是我屋卡无安尼问题。呀呀，人跳较简单啦，呀哦呀家庭全部都是有家庭的，人。所以我就煮干就无煮安多。香油，一般来讲吼，迄个客家人煮干是用麻油，但是我做麻油个味道浓重嘛，所以我就改用遐个香油，对，用香油。我用海货吼，那安尼。炒锅、压锅、压炒啊，好不用久了。安尼吼，咸鱼丝吼，佮煮个鱼丝拢好。好吧，哎呀，准备吃饭了吗？好，来准备吃饭。像我们现在吃饭是比较正常，那在妈妈创业初期啊，那我大概很小的时候，那时候可能晚上有时候要上到六点多七点，所以说时间会比较不定，但是绝大部分还是自己在煮。多一下，朱先生就一有闲，还去接接会煮点会好食的东西，问大家享受。都会按部就班，批准孙女写功课，也爱自己乐此之业，无一时闲。这秋天的书啊，秋天的书，黄色的叶子啊，会是一起，这回万里之外的，
万里之外的西伯利亚。西伯利亚，不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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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飞凤的好生诶，越来越多，有小家喜业搞好太了。外面行开边做诶，苗栗最大嘅乌托邦。然后朱先生嘅孙呢，也是福建之一，表演起来台风当官，当场都被传到为阿婆嘅乌托总厨。两年前，飞凤在台风也成立嘅乌托高升，做飞蛋嘅蛋蛋子、鸡文言，也介绍为自家嘅漫画店。全新的天数阿妹做管理搞好的行政工作，因为我看任务哈，咪越来越多啦，所以讲就头这边结束皮，还有就头个天数。刚才做一部分，就大部分就讲行政的东西啦哈，我就做营销的部分啦，还是剪接啦哈，就联络事情。朱先生只是搭上礼拜来做监督指导。发面向车牌的是两千年的夏季公演金秀客家。也调控舞蹈教室吼，成立都也还蛮有两年的时间，但是哦，为了本身的一个吼学习的机会呢吼，所以讲就安排一个，今年呢主要是用客家的来演出一个客家节目，因为俺今年有得到一客家演员吼，扶植团队。种牛果诶，也系个物个傅先生老师，人家做诶特别强记人家做诶，也叫做种牛果诶。对行业个客家乡土的一条路的实践，音乐会非常重要一件事情。你一定要有客家音乐的元素，跟个精神，你跳出的东西有客家的味道，啊，所以也，我相信周老师去对个客家音乐剧的这个期盼是非常大的。跳重演传统的客家比无人讲的客家舞蹈，先做行业，除非但在1979年，铁板先开始编排客家采茶舞。第二戏是客家舞，将开始启动艺术舞台。在一条的创作当中，客家生活路做得讲系其最大的挑战。1992年，其铁板用台戏舞剧的方式，创作客家鲜明的历史故事。客家山河路事实上是那时候老师的心愿，那他的心愿是觉得说他是客家人，他觉得在舞蹈文化，客家的舞蹈文化他需要做一些传承，对于客家比较深入的东西留下来，这样子。客家山河路吼，也是我同我先生两个怂恿研究的，讲一定要做一种，将等于是将你呢。原本有是个新传样样样，其实同类似，但他给到编排，用现代的方式，同阿都完全无样。我当时为了要做一个一个，我去拜访过当地的客家的较有名的，经过当多摆的吼研究，将做出了四幕，记录很客家的，让我去睇到安心回到台湾了，让我同普通人。让我们从山地里的整体奋斗的过程，用样跳舞的肌肉。舞蹈的表现哦，除了舞台以外，表演的人过剧本哦，加个剧情，加个舞姿，加个全部都综合起来，我看非常好，尤其客家音乐哦，音乐加落来以后啊。真格格嘅生动化，格格趣味化，哎。
拜，一只只拜佛面前，彩凤金乌，喜鹊拜金叶条，将客家文化含有风情，加点因内里的舞蹈来展现。同时，当年都有莫琼阳的主题。今年二表演呢，主题叫做“锦绣客家”，也主要吼嘅节目就是新人的童谣，按照以前客家人那个生活的东西，杂茶啦，也都吼较生活的东西。因客家人吼，之前是无客家的，嘛所谓舞蹈的吼，还是因68年吼开始。创作一个体质的客家舞，就是那种杂茶采茶舞。一二，你都是一二，给我交换，你看我厉害吧？你错的好几个点我都看到了。其实那个客家舞哦，东都版本，啊，今日一只版本是哦，可以讲是最新的版本。哎，你都去过广东吼，梅州各方面的。也都叫杂茶嘅舞啊吼，同一道杂茶吼，无同样。诶，以前安尼杂茶吼就安尼，一杂树一杂树安尼杂吼，杂起来。甲太多个杂茶都无同样，所以我就综合到底可以。台湾客家同太多客家综合起来，可以来做讲发牌。茶杂转去以后，吼，筛茶、杂茶又无同样。啊，做老师记记住一只想法动作，想法动作。啊，佮想多东西的话，佮我人也参想讲，啊，让我做，让我做，佮就不用下了帮我做。啊，我但是我知道我做的是佮爱的东西。然后这里，上，对不对？退，对，头这样子，由正面给人家看呐、啊，不要看地上。所以讲，我都咪跳过其他只版本啦，也是按照一种的创作。嗯。运用个八角巾吼。因台湾人，做嘛？为了也十五号比较俏皮的话，就拿一只一把脚进去做变法。佮其实根本要靠练，要练那动作啊。安尼讲就是看那样训练好上海，佮看呢就是几只完成品。但老师呢吼，因为佮我变的东西动作嘛吼，所以难免会吼动作地方会。不尽理想，还有到要演出之前，来做去加强一下这个工作，这种打这工作还真靠谱。就谢幕再来一次。那现在先再一次谢幕，对，好。所以呢，通常我都一次演出哈。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来准备。我表演之前非常辛苦，但是到台上展现以后，家长也听吼，新人来听，对我来讲是一种的鼓励，也是一种的成就感。对对，就是这样子啊，满足自己的成就感。在母当多的资金天助之下，飞凤按多年来天气下向顺延，推广客家舞蹈文化。每次速度较强，去日本、西班牙，也到国际舞蹈艺术节演出，代表台湾参加国际的文化交流。舞蹈工作室同时也从2022年起始，600得到文件费，凭借着杰出艺术团队的用意。当年只是苗栗县一个文化沙漠。就完全没人会注意想到，要做咁个文艺的事业，所以苗栗的文化呢，可以讲给俺带起来，慢慢的让有日后个一片荣景。俺多年来的大兵并没做拍工，2007年朱飞丹得到为体育客家杰出贡献奖的荣誉，做得讲系极怪的嘅。还可以用客家神话很爱跳舞吼，爱没紧张，但是很爱都从来也当过啊，非常非常的紧张。感谢大家。现在要去上班喽，上班了。小组先生自从毕业过后，就在飞凤岛，从学习、成长到工作。
蔡亚片有36年的记忆。虽然结下几件结婚公子，不过当年生活的重心还是蔡飞凤。从来，但是都定个是木定是专水木用的啦，吼、哦，对木一诶，几年的生活啊，但是都要落木较多。40年下来，朱飞丹先生教过嘅学生嘅唔止有几多位，为地方乡嘅乌托教育也培育嘅当道嘅人才。一下嘅朱先生既然当少教乌位，接其脚嘅李淑燕先生还有少朱先生，都已经做得起家开始太极金嘞。以前哦，我哋平东东羡慕诶，叫我有三大金刚，啥物哦，我护法。同行，他这种，伢都老师让暗号唔要做的，但是佮冇想到，我投资几多钱咯。突破创新，又高又好，系朱飞丹一代以来的坚持。从1986年起始，朱先生当年带领乌托邦的先生去香港、中国亚洲素材学习各种的古典舞、民间舞，同时也将所学到的各变化创新。那当然我们这些老师也有不足的地方，那不足的地方他就带领我们去学习，比方说他会带我们出去研习，那比方说他会请老师来上课，很少有舞蹈社老师说会请老师来上 来为那个舞蹈社里面教学的老师上课，我觉得这点是比较我们比较幸运的东西。当年出去呢，之前当年出去，然后很老师这样好，你必须要速度很快，因为你去学的时间真的短短的一礼拜生命，每天要学东西，每天要东西学转了，那都没浪费一生命的时间，可能也就训练到我的学习能力，也要训练一张爱，训练学生的速度变得一点，啊，我学生要帮我训练到，随时要表演，随时来练就做得。你一跟二换，你先做这个，然后再回去做那个。这一段来讲，我是让他们自己即兴创作，然后我再去修，等于大家互相，他们也可以动脑筋。对，学了以后他们可以动脑筋。那我是负责看画面，然后帮他们修一下动作，因为在舞蹈里面会有层次感嘛。所以啊，目前的功，哎，李淑燕老师同样教做老师的编舞魔法功，他敢是讲你啊，那种啥舞别人的。我们这个名字叫潇湘水，就是反正古典舞嘛，就是比较飘，主要是展现那个水袖。那你水波会有大的有小的，该柔的时候该大的时候，就是通通把它展现到这个里面。但我们练的时间不多，所以一些水袖技巧其实都没有用的很多，就是有小部分而已。他们能够做到的范围内，我们把它运用进去。我觉得在民族方面真的就是经验很多，就比较扎实，学到的就很多。像以前还有跳过什么傣族啊，而且就算你没有出去表演的话，你也会学。就是有时候老师在课堂也是会教一些什么藏族跟少数民族的东西，不一定要演出才会用到的。就是像我之前大一的时候啊，然后要参加有一次中国舞的甄选舞者，就是要出去表演，然后因为那时候学到的藏族不多，但是就有看以前小时候看大姐姐跳啊，就是因为老师也是现场出动作，然后就很快就能就是跳出那种感觉，因为小时候常看。几下年来，飞凤的舞出多样又丰富，唔但像在客家舞、芭蕾舞，还有各种古典舞。少数民族舞蹈也着个项目项，都累积了丰富的作品。同时，当年都会推出木琼样的主题成果。其实我因为讲要跳舞的东西啊，艺术的东西哦，你要不断的去充实，你维持到现状，那就是落伍。因为充实演出的整体效果，
朱飞丹对服装脱起的要求也当高，在能力做得足够的范围之内，甚至起价来做。在以前打扮表演噶，无可能讲所有的配件哈、道具哈，去抢人，抢人就罚当多钱，所以无办法给办法做，开始起价练习做道具。那像的对呀，美术方面哈。安尼东西特别有心得，像伊安尼道具，一开始阿妹无全部叫搞来的。其实也个无当然啦，但是吼，伊也拿到舞台当个效果当好。一个脱起服装的收藏，就变作为飞凤最大的宝。飞凤自家有个一件太服装件，很多年来演出用过的神父还有披肩，都完整的保存在一个服装件底度。一个云南哦，少数民族的神父，一神父呢，喺阿度亲自去到云南哦，请当地哦嘅师傅让阿度制作嘅。也大部分也就是客家的，这些扇子，你要大大小小扇，光这些不木像用扇的吼，还几下百几，这些东西吼，全部都我都以前我先来，伊出来个去做，同我让我做的，所以我就讲，我做嘛个保存个安好，因为我吃了吼难能可贵。安尼东西，每个随便人是可以做出来的。哎，你保存好后，你可以用十年半也没问题。也好，也是也摆个来跳个嘛，敦煌舞蹈曲哦，就用个叫琵琶，叫翻弹琵琶，这样翻弹啊，翻弹琵琶。没证件呢，还很多道具嘛吼，所以做起来较强，跳舞噶较困难。其他人无演出古典舞会，做出来少数民族很有客家的舞腔歌后，朱飞丹开始对敦煌舞有兴趣。为了演出传统的敦煌舞，伊特别从中国请来敦煌舞的前辈郭锦荣教授来教学指导。也就按拄好讲，也高老师同学个啥一言既会吼，当然去搞个唔咩很多古典，去加转场嘿，敦煌。这个琵琶朝前面，就是这样反弹，就等于手在后边拨弹这个，然后揉的那个是另的，哒哒哒哒哒，吸起来，双脚尖半脚尖，吐气。他是很值得敬佩的一个，一个追求民族艺术的这样一个舞蹈家，啊，所以他从一个舞蹈班发展成现在这么很有规模的这样一个团体，我觉得完全是自己的奋斗，对舞蹈事业的热爱，啊，而且他待人也很好，就是他自己的生活当中也很简朴。替代老朱先生合作的顾先生，也因为朱先生按后裔，完全无做客他乡的感觉。漂亮，很好啊，很亲近呐、啊。我有的时候都忘记我是在哪里，没有什么离家很远，没有这种感觉。外三是那个。今年已经71岁的朱飞丹，见到穷年龄的阿婆亲母穷养的素材，就是他的发力。有限的时间，他还会披着孙的运动、跳索的、去上茶，也就都靠不忘记。他的精神当好，一时也不会输给后生人。加油，婆婆加油，一前路哟。51, 52, 53, 54, 55, 56, 57, 58, 59, 60, 61, 62, 63, 64, 65, 66, 67, 68, 69, 70, 71, 72, 73, 74, 75, 76, 77, 78, 79, 80, 81, 82, 83, 84, 85, 86, 87, 88, 89, 90, 91, 92, 93, 94, 95, 96, 97, 98, 99, 100, 101, 102, 103, 104, 105, 106, 107, 108, 109, 110, 111, 112, 113, 114, 115, 116, 117, 118, 119, 120, 121, 122, 123, 124, 125, 126, 127, 128, 129, 130, 131, 132, 133, 134, 135, 136, 137, 138, 139, 140, 141, 142, 143, 144, 145, 146, 147, 148, 149, 150, 151, 152, 153, 154, 155, 156, 157, 158, 159, 160, 161, 162, 163, 164, 165, 166, 167, 168, 169, 170, 171, 172, 173, 174, 175, 176,
对呀、啊，有时候。有时候啊。嗯。那谁比较厉害？当然是婆婆呀。真的吗？嗯。为什么？她跳得快啊。你先跳啊。我不要。快点啦。虽然佮六七十岁的吼，但是看起来佮个心嘛，当然强啊。那可能一般老佮搞乌托有关系呐。我认识佮两三十年嘞吼，佮我家讲哎，人佮做事情真认真，真达标，真有责任感，莫马计较，真随和。你做会当老师一两年，佮帮忙你，确定唔会挂到最后。不过我是个感受的，我会感觉他不会天才型，但是他是神人型的。我虽然不会说当聪明的生人什么的，但是我当努力，我多也还能当努力当用心，这也是我唯一的优点。不用担心的，是因为老师的做法， 他对客家文化这个舞蹈的执着，那包括我做舞台监督，大家比较会去克服，就是好，我可能什么案子不接，可是老师一喊，我们就回来做事情。从我学舞到现在，一路看着他这样子走过来，就不管每一场演出，就是一定要筹备到最好，这份坚持就是蛮感动的，就是一个模范吧，对，会让自己比较不容易放弃。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要认真，周老师就是一个认真的人，认真就是对艺术的追求，我主要指的是这方面。是一个很专业的学校，业余的学生，所以做到这种程度是很不简单的，啊，都是我教老师，他们老师很认真，然后老师呢又给学生排练，我给学生直接排，只是很少的几次，啊，所以我觉得他们能排到今天这个程度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来跳观音，哎，就是甲老师就一直就灌输啊，讲你要去看一条佛像，好，你晚上做的有那种慈悲心那种，好，动作技巧以为以后，你那种神韵样啊，所以就是说要发自内心啊，因为也懂得好上来跳舞哈，就老师很爱用做，我就爱用做，我一摆跳完以后，我就深深的体会到，每个人都用心在跳。我这五支舞蹈呢都是不同特点啊，都是一个风格，都是敦煌的，但是呢它的那个内容和它的这个情绪的变化啊，色彩都是不同啊，有最具佛教特点的千手观音啊，这是周老师要我来最主要，这支舞蹈是不可以变的啊，所以我也很高兴在这里排就是我们这个版本的千手观音，千手观音，我就讲，一只舞嘛，爱爱的，啊，像前年那个，还有春节晚会噶，看到哇，那神父做个伊，灯光个大衣，镭射还是知道，那个唔低只敦煌舞蹈的，个律动，刚开始做本看，那是喜欢做的挑战的东西。清皮肤加精神啦、啊，嗯，当初伊妈讲，主要是那有像七十人的，你看，大伯最近忙啊，去讲啊，周围都忙，啊，周围都忙，演出完了以后，其实大伯从都羡慕呀，伊无吼，啊，去搞做，只讲哎，我原来其实大伯我几下班我想啊，啊就讲哦，一直学生来当努力，然后主要是有按样的想法，然后来带到一头烟，啊，再有按样成功的一步。好，也就是周老师讲爱较感动的地方。啊，有时候我就想讲啦，年纪安大的，疾病啊，行较厉害啊。安辛苦，其实人是喊这个拼命，系无？拼个同快乐啊，系无？系啊，其实没人，俺每次都吼，因为
先生过世了，一个人要做忙了，对啊，母事情做嘛，不然又没个专长嘛哈，啊，反正是分翻身嘛哈，就是继续做阿姨。今年做太累，跟他讲，我有想托明年啊做忙个了，我有想托太阳也做忙个了，我就好。伊个经验当做啊，推着当阿公名言，我做嘛个，就会有，就会当多理想啦。那研究上讲，哎，天天几行，绝对唔会唔错。啊，大伯最近就讲，啊，当天天几行，绝对唔会唔错。短房屋嘅演出圆满结束嘅，行业飞凤工作室嘅演内度，只看到主线上当地整理亚班演出嘅神父，虽然做到无限凄惨，不过佮还系吃到当欢喜。通常来讲吼，啊跳舞上吼，啊每半年整理，像我爱去甲整理，因为啊做吼去甲整理吼，较丰盛。其实，也来讲吼，在我身体健康方面咯，我没讲随便讲个退休，因为。目前还有很多在跟年轻老师哦，给继续可以传承啊，我要鼓掌，因为家都听了很多年了嘛吼，我爱嘛个，我想爱嘛个，家都清清楚楚。唔知呢，可能迄机会会有默契吧。然后钟老师就特别无感觉就，哎，你有哪个想要强调呢？那你讲过个三年五年？你说，安尼体力去，冇想过，你可以推到幕后，你可以帮着后生去做一个筹划，你在旁边协助去，啊，你如果哎，应该是冇问题的。四十六年来，朱飞丹对舞蹈工作的热情还有理想一直冇改变。佮勇士佮啥同好跳舞的三亚模样。一下几件快创出的属于自家的舞蹈实验，唔但将在提升地方文化项的成绩当大念，客家为客家舞快创的一片新天地。客家素人尊敬本人服的是，其行头的继续十万大饼。我特别这个舞蹈是恋爱的最爱，其实舞蹈也是我的眼泪，为了这些舞蹈也牺牲当多哈。当作太太感人，看唔到了，所以对我来讲，但是我四十六年了，我冇后悔过从事。